分出来。弧顶的位置两分，樊思南。他的弱项就是他的个人终结能力啊，没有那么好，有待提高。这球走步了，开场一个很简单的一跑篮就把球放进去了。漂亮，来自何文伟的助攻，樊思南双手暴扣，考验樊思南大防小的能力。这球防下来了，对手勉强出手打反击，不错，一个空中接力。小何杀内线可能不是一种好的选择。漂亮，樊思南送出了一记火锅大帽。张明元今天两次试守三分都没能命中，又是奥盖泽。奥盖泽想一对一挑战樊思南，那没有那么简单。漂亮！哎，小心三秒，把球切了下来。哦，漂亮！接受的。哎，漂亮！这一个小勾手，进入了他的这个优势。哎呀，第三记火锅！樊思南攻防两端表现出色，一攻一防。樊思南本场比赛的第四记封盖。这个也许是杀死比赛的一个关键封盖。